自主管理，最佳自主管理，所以我相信他的整个体能还有状况应该是这个还差很多了。的确也感觉得出来啊，包括像是脚步上面哦，他在今天还是做他习惯过去的，就是收球之后走的欧洲步。是，但是他的欧洲步今天呢，这个变化的不太，整个幅度不够大，对，对不对？可能只能到泸州之类的，对，还没熟悉，还没熟悉。那等到他脚有力以后，可以跨到哪里呢？就跨到欧洲去了，就可以跨到欧洲了。对对对，哇，泸州跨到欧洲也是啊，蛮远的，蛮远。他还有一段蛮长一段路要走。